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今天各地呢天气状况还是不太稳定啊，在西半部地区都有出现明显的午后雷阵雨。那么呢，到了明天，随着台湾东方的太平洋高压逐渐增强之后，天气呢就渴望恢复晴朗稳定了，而且呢都有局部出现高温，大概34-35度左右高温的机会。所以提醒大家，明天从事农事活动一定要记得加强防晒，而且要记得多补充水分了。那么呢，因为这个风场是吹着偏东风，所以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，特别是东南部地区哦，有机会出现一些短暂阵雨。那么另外呢，在中午过后靠近山区的地方呢，也还是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，所以提醒着这些地方的农友们务必要多加的注意了。那么今天农业小叮咛呢，就要特别提醒大家哦，最近啊是夏天，很多时候呢这个雨势都会来得又快又急，特别是中午过后午后雷阵雨呢，其实雨势都会蛮大的，所以提醒大家呢要多加注意哦，有些雨情呢会影响蔬果的生长，必要的时候呢可以搭上一些防雨棚、遮雨棚来降低哦这个雨势对于作物的影响了。那么也要随时更新最新的天气资讯。那么另外呢，从明天开始大概会一连的3-4天哦，都是一个比较晴朗高温的天气状况。那么呢，在幼苗作期的这个作物呢，一定要记得加强适度的遮阴哦，来减少高温对于它的影响。好，那么从明天开始呢，在台湾东方的海面上面哦，这个太平洋高压就会逐渐的增强，笼罩在台湾上空，预计呢会一连的3-4天都是一个比较稳定晴朗的好天气。那么呢，除了在中午过后靠近山区的地方有一些短暂阵雨之外，东半部呢迎风面的地方一些局部的零星阵雨之外呢，其他地方都是比较稳定的好天气，所以这样子的好天气呢可以至少持续到礼拜六、礼拜天左右哦，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把握接下来的好天气，从事一些呢大雨过后的一些清源工作。只是提醒大家，接下来这几天相当高温炎热，外出呢从事一些农事活动也要记得多补充水分了。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，我们下次见。